福建华翔电源科技有限公司，原泉州华侨蓄电池厂，成立于1986年，是一家专业研发、制造和销售各种铅酸蓄电池和蓄电池用极板的大型企业，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。华翔作为目前国内生产铅酸蓄电池产品最齐全企业之一，已拥有普通型、深循环、高功率、胶体、长寿命 EV、OPGV、摩托车电池等系列为主推产品，产品型号多达300余种。除了满足国内知名客户企业的需求外，产品还远销美国、西欧、中东、东南亚、韩国、香港、台湾等国家和地区，在国内外同行中享有良好的信誉。华翔一直把产品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最大核心竞争力，拥有专业技术研发团队。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、科技为先的方针，坚持品质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，为保证稳定的产品质量。在原料的引进上，我们采用最先进的检验仪器进行严格检测，从源头确保产品的品质，从外壳到极板等配件的生产，再到蓄电池成品组装，均采用自动生产线，使每道工艺都得到严格的质量管控。 与此同时，我们不断优化全产业链生产，使品质不断提升，始终秉承稳步发展、诚信经营的理念坚持。每款产品在出厂前，我们均采用先进设备进行严格检测，以保证把最好的产品送给客户。华翔目前在厦门、北京、深圳、美国都设有办事处，拥有完善的售前、售中、售后服务体系。 售前，我们拥有专业技术研发团队，可根据客户需求开发新品；售中，我们拥有经过严格培训的销售及服务团队，从产品研发、生产到送达客户手中均有专人对接，深入了解客户需求，协助顾客选购最合适的产品；售后， 我们配有专业的售后指导工程师，及时了解接收客户反馈信息，并提供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，为客户创造更高价值。华翔作为福建省高新技术企业，拥有了美国的 UL 认证、欧盟的 CE 认证、泰尔 认证、 ISO 9001质量管理、 ISO 14001环境管理、 OHSAS 18001。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，2016年，华翔正式被授予福建省科技型企业、纳税大户等荣誉称号。公司设有健身房、室内篮球场等娱乐场所，丰富公司员工下班后的生活。坚持以人才培养储备为方向，用人为核心的人才战略，在实践中培养人才，坚守诚信创新、稳健的经营。 不断实现新的跨越，华翔电源期待与您共创美好的未来。